林心如沦为发模，头上被女儿加满彩色发卡不嫌疼，调侃是女儿的洋娃娃。近日，林心如更新个人社交平台，晒出九宫格发型照片，配文到底谁是谁的洋娃娃。一看照片便知这一定是林心如女儿小海豚的杰作了，才五岁的小海豚手可真巧，换着法儿给林心如编辫子，九张照片九个不同发型。作为妈妈的林心如实在太宠了，甘愿当起孩子的发模，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头发会不会受损，并且还开心记录女儿的成果，大方地跟大家分享。小海豚先是给妈妈变了麻花，可能觉得太单调，就把自己的彩色发卡拿出来，一个一个给妈妈加上，也不知道加满这么多夹子的林心如会不会感受到头皮的疼痛，这大抵就是母爱的力量吧，宠爱孩子的每一个奇思妙想。通过生活点点滴滴感受孩子的成长，真是一件令人高兴又骄傲的事儿。之前林心如也晒过小海豚给她做的发型。在母亲节，林心如也是晒出了小海豚送的节日礼物。照片中，林心如素颜拿着礼物对镜头大方展示，有一个手工花束和系了蝴蝶结的一罐糖果。花束礼物应该是小海豚亲手做的，林心如的喜悦已经快溢出屏幕了。